俺是山东人，跟我父亲一起干活干了40多年了，带给我们这个工，勤劳撤退。他那边有4个小孩，最大的才10岁而已啊，最小的才刚出生100天，他就要过来了。过来，咱们天天想家，结果一待就回不去了。望着西边啊，咱们流眼泪。爸妈留下来，或者是我们爷爷留下来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不是说什么钱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我觉得是在这间店里面大家一起的回忆跟一起的努力。但我们也想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类似时代。女儿女婿接班，年轻人有新想法，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元素，也想替老招牌添新光彩。你先打四龙，打完了再打了，好，再打了，慢头再打了。生活舞台的序幕还没拉开，演职员们的准备声音已经先划破宁静，预告又是精彩的一天准备上演。6点开始卖啊，但是准备工作比较早。哎，我老婆大概3点半至4点就起来了。面点达人张福聚和钟秀琴每天当早起鸟赚新台币，一大清早工作区里好给新楼上紧8条，加紧赶工才能应付涌入的早餐人潮。豆浆现磨现煮，飘散浓郁豆香。另一头擀面台上，面粉打成面团，压揉擀平，再铺上满满的酥油。要做的是店里的人气招牌葱酥饼，主要是沙拉油，咸的就放点盐巴，面粉油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很单纯。啊，外面不是有卖那种一桶一桶？哦，那个不好，因为那个他怎么做的我不知道，有没有添加物我不晓得，所以我不用。酥油连同面皮卷曲合而为一，经过碾压，外弛内张，形成类似千层酥的一层一层口感，再化整为零，包入花生粉和糖，就是甜而不腻，提出面香的甜酥饼。而包进前一天以猪油、洋葱、青葱混合的冷冻青葱馅料，原味葱酥饼带着洋葱的天然微甜，还有青葱的爽口咸香，成为销售排行榜上的常青品项。葱有那个肠啊小嘛，啊，没有冰过哈，它会滑，太滑，因为包不住，一擀就破，一擀就破，所以要冰起来。我们以前葱都是筛水，把里面那个汁哦筛掉，不就不甜了。一半一半，山东的原味啊，加上台湾改良的口味。因为你如果全部弄山东的口味啊，有的人吃不来。山东原味加上台湾的改良，自家店里的葱酥饼 DNA 如同张福聚的蚵仔韩吉出身，原香滋味底气十足，也有在地的舌尖互相认同。俺是山东人，跟我父亲一起干活干了40多年了，带给我们这个工，因为一阵书也读不好嘛，因为水平不肯读啊，书读不好就跟台湾人啊鬼混啊，啊打架了什么都来啊。以前眷村这边啊，那个台湾小孩子这边居多啊，就分两派啊，然后不合就 K 了。那被小把这边挺到这边，我挺掉一边。从小就早起跟着父亲做面点，以至于上课时猛打瞌睡。张福聚可说是被酥饼耽误的秀才书生，退伍后原本决定去外面闯一闯，没想到那时老爸爸工作时手被卷进机器受伤，张福聚只能继续留在家里当父亲的左右手，已做超过40年。从青岛撤退，他们都说撤退了，你看他那边有4个小孩，最大的才10岁而已啊，最小的才刚出生100天，他就要过来了。过来，咱们天天想家，结果一待就回不去了。望着西边啊，咱们流眼泪，哎，他眼睛不好都是哭出来。文弱的书生被时代的变局推着走，也只能卷起袖子迎向命运的挑战。张福聚的父亲从军中退下后，历经各种工作考验，最终落脚在台南空军营区和眷村外面，卖起山东馒头换得温饱。因为山东馒头面就比较硬，像外面馒头面都软趴趴的，因为你面越软啊，它成本越高越低啊，都是水啊，以前啊更硬，剥出来都一层一层的，
啊，现在也是那些人老了，老人多了，他说不要那么硬了，现在没有牙齿咬不动了。馒头不用酵母粉，坚持用老面。为了拉快发酵时间，张福聚想出 pebble， 馒头吹蒸之前先送进烤箱低温烘烤。就看天气，冷的话烤比较久，热的话比较快。有客人啊说去别地方买馒头啊，就赶快又跑回来了，因为一吃就胃酸了。为什么胃酸？它用花粉也有关系啊。张老爹的乡愁化作白胖扎实的山东馒头，靠着故乡的滋味，重新堆叠出在台湾的第二人生。而许多人的每一天，也都是随着晨曦洒在张家馒头上的蒸腾而冉冉上升的。我讲我的精神真正足好个啦，不是讲我的娱乐个啦，迄老人足少人像安尼啦。我很敬佩他呢。山东老先生在台湾胼手知足，打拼出新天地。过世前做到将近90岁还不肯退休。钟秀琴感染到老人家的勤奋精神，从一进门到现在也做了快40年。肚子痛的时候就你搞宽宽的，就坐几点去坐啊？啊嘞？做到时间正常哦。嘿，我无咧休困的啦。一家人三代半世纪，每天摸黑迎向晨曦，成为在地台南人的生活日常所需和不可取代的记忆滋味。即便没有任何座位，只做外带，也经常得要排队等候。啊，买不到，我买20个。你一口气买20个？啊，今天有台北同学来，昨天来了，他还回去了，下午回去我就要带几个回去吃。台南有名的东西嘛，你一讲口水都叫上。第一代落户生根，第二代开枝散叶，现在第三代也茁壮登场。爸妈留下来，或者是我们爷爷留下来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不是说什么钱啊或者是什么，我觉得是在这间店里面大家一起的回忆跟一起的努力。但我们也想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类似时代。女儿女婿接班，年轻人有新想法，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元素，也想替老招牌添新光彩。只要肯干就好，但要务实。对家如果有责任的人啊，大部分做事都 OK。我零用金就好了。零用金好不好？还可以啊。我就抽烟，坏习惯，喝茶。不向命运低头，将时代的无常和个人的无奈用力柔和，化作扎实和各种绵甜咸香。张家老爹创造的滋味，内涵劲道，温热不息。